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今天要和大家介绍一部改编自单机游戏《仙剑奇侠传》的超级网剧《私立蜀山学园》，主演阵容可以说非常令人期待，由当红人气偶像王一博、陈玉琪、王以纶领衔主演，才卫、裴子天、翟艺书联袂主演。此外，苗侨伟、陈浩民、马德钟也有在剧中特别出演。剧情上是根据《仙剑奇侠传》的支线蜀山部分的现代故事改编的，通过平行时空的呈现方式向大家展现了一个别样的仙剑世界，讲述了魔族王子藤静自小在蜀山学园长大，身带神农仙灵神力，转学生求奇因家人失踪来到蜀山学园，与藤静从不打不相识到成为莫逆之交，两人携手与蜀山学园女娲后人新会、南宫世家唯一继承人南宫灵、怪力软妹楚一、人族与妖族混血红羊一起对抗恶势力，守护世间安宁的故事。私立蜀山学园将于今年下半年与大家见面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还没订阅的观众赶快订阅我们吧。那我们下回再见啦。